就拄起恁以前所拜遐偶像，
独独来服侍耶和华。然后约书亚就讲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我会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我望咱搁唱，搁一摆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会当伫咱的心内对上帝讲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我会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咱搁一摆来听。Oh.
十二篇的时阵，你感觉伊敢是伫个饲水的草埔，伫安静的水边？唔是，伊的心会打落心无溪水，是因为伊唔是伫个饲水的草埔，伫安静的水边。拄拄啊倒变，伊是伫个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就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。所以伊伫个遐问讲：上帝啊，你啥事袂记得我？我的心啊，你啥事不准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亲爱兄弟，毋知影你即摆所面对的是顺境，也是逆境？伫顺境要敬拜上帝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，总是当困境临到的时，咱更加爱亲像诗人共款，爱倚靠上帝，爱倚靠上帝，相信咱的上帝，伊是咱所盼望的上帝，因为伊要用笑面来帮助咱。咱搁一摆来吟一首诗歌。